虽说立秋了，是吧？但是还这么热，阳光还这么足。都到礼拜六了，见到大家伙儿，非常的高兴。再次感谢大家捧场，谢谢你们。报名报了上，不说相声了，我也跟他们快板演员学，今儿我也卖卖力气啊。你来一段，好吧？好。接着给您来，怎么意思？我让你后边，你就上我身后。这不你说的让我上后边打吗？规矩不懂啊？那啊，怎么意思？到底这场我表演啊？我呢？你啊，下去。下去。行。这就是年轻人，八零后，不懂规矩。你干什么来着？我打快板吗？谁让你演了？谁让你演了？多新鲜呀！什么多新鲜啊？你不说这个，我不告诉大家伙。老先生啊，为老不尊，为了演出，把我生生的抛弃了。愣告诉说我不会打快板，说这场不让我演了。凭什么？谁不会打？谁不会打？我会打。你会打？对了，上台还不容易，我告诉你，主持人
说我好着呢。当心是吧？你斗气儿是不是？不是，你那这这这别别别，干嘛？不是，你跟主持人什么关系？你猜。我就给他塞了个红包，他就让我上来了。你给他塞红包，他就让你上来了。哎，啊，你上来拍好饭了，这是，是吗？是吧？你也要唱？我当然要唱啊！你会吗？凭什么你演出不叫我？你会不会？我当然会了。会？我什么不会？会这样吗？快板吗？不不不，干嘛？年轻人，我也不伤你，是吧？什么意思？这样，你不说你会吗？啊，咱俩人合作，合作？你不想演吗？咱俩一块给大家伙演。行不行？行行行行行啊！就是就这么着，你早这么着不就满意了吗？是吧？你也满意，我也满意，多好！明白行行行，那这么着啊，我点，你点，行行行，没问题，我点一段，点一段，咱俩给大家伙唱，好吗？好啊，唱一首，唱一段《捷星车》怎么样？捷星车，哎，好，好不好？好段子，取材于红颜，对，双头老太婆是吧？哎，没错。唱不了，唱不了，怎么唱不了啊？太长了，这大段，干嘛呀？上厕所都出来了，待会儿不唱了，再上礼拜刚唱完，听着啊。嫌这段长，太长了，是吧？他们短点，改一段，改一段，换一段，换一段，这个《三打白骨精》怎么样？你怎么老打架呢？什么意思？三打白，三打白骨精不知什么意思？你说，唐僧带着徒弟西边取经去了，打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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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住！里边有唐僧，有和尚，不好意思，有和尚我唱不了。怎么了？我跟大家科普一下，不是我不会啊，我会，不是三打白骨精吗？对啊，我会，但是我不能唱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个人啊，信奉天主。你们这个外教的和尚我不能唱，我信奉天主，你知道吗？阿弥陀佛啊！这什么叫你这是？天主，啊，你小心点，我们哪儿我都敢去。白骨精也唱不了，唱不了，唱不了，再选一个。那我再选一段啊，能唱咱就唱，唱不了干脆咱俩鞠躬咱下台，好吗？不不，你得选，我肯定能唱。认保证？肯定能唱。不行，我会的多。三节拜花像，行。劫谁？劫谁呀？三节拜花像。三节拜花像，哎，对，别咬牙，你这老先生那么激动干嘛？说，怎么什么意思？就五一节、八一节、春节啊，这三个节怎么着？然后意思，哎，有老头老婆上街上给人唱喜歌，啊，有人物，哎，明白了，喜歌给人唱，高兴的人给洗钱，一老头子，一老婆子，很简单的事，那不用问，咱俩得分人物吧？哎，肯定分人物，对不对？我来这个老头子，我来老头子，你演老头，我有阳刚之气啊。老头，哎，老牛都爱吃嫩草，我陪着你，怎么样？我来老头子，您来这老婆子，那我演老婆，好，好吗？开始，啊，开始，三，不是，既然咱俩人合作，咱俩合个本行吗？咱们打齐了，对，哦，打齐了，简单，很简单。行，打齐了，还没鼓掌呢，咱两个人。咱俩一块唱是吗？唱啊！咱俩一块唱这板儿呢，也得干嘛？打一样啊！打齐了，哎，打齐了！你说打齐了吗？是，我知道，打齐了，是吧？打齐了，好，打齐了，来啊！我打这多好，打打什么呀？打不齐呀、啊！
还唱什么唱？什么打不起？谁打不起？我也看出来了，谁打不起？这人打不起了，打齐了呢？打齐了，打齐了，我是茄子。啊，你说的？对。哦，来来来来来，试试。你快点行吗？等着这茄子。不齐你能满意吗？是不是？齐先生，改线了都。行行行行行，老点可以呢。长齐，你圆齐是吧？我好吃您那口。行行，拿起来分好了，反正也齐了。好好好，咱们开始。哎，终于开始表演了，我就好这个。来这边，这边。干嘛？这规矩，男左女右。我也是老头子啊，对呀、啊，我站这边，我逗活，我表现，我露腿。你不，你这腿不白，你露什么劲儿啊你？男左，你是男左的，男的就得站那边。左女右。行吧，那就换着干什么？来。齐老师，咱商量商量，来来来，您这进步，您先唱，您先唱好，您这老艺术家，您先张嘴，大家都认了。他什么不对啊？啊，不对，还您演老婆，我来这老婆子，我来。您演老头，我来老婆子，我来老婆，我老婆子我演，我来我有优势啊！你看这老婆子都一般都比老婆子高一点，我个矮。哎，我要跟丁志恒演，他演来了，老婆子，我演老婆子。我跟您，我演老婆子，我长得媚气。刚才剧场门口，两位，
看见我跟我打招呼，啊、夸我，是吗？哎呀，这不是那个说相声那个，那叫什么？啊，刘星，啊、认出我来了，是吗？打招呼呀，嗯，打招呼。那位说，哎，对对对，就他，啊、就那娘们唧唧那个。哎，我这打招呼，这人不知好歹。他们夸我，证明我长得媚气，所以我来这个老婆子，您先知道，行吗？啊，这不是您演老婆子啊，我演老婆子，我演老婆子，您来老头是吗？好吗？你还换不换？不换，不换，不换，不换了啊！您先唱，您唱，说死了，不唱了，咱别来回啊，行不？不换，不换，您来回走，不换，不换，不换，就是我来老婆，哎，我来老婆，你演老婆子啊，我来老婆，你演老婆子，你先，来。嘿，要老婆你跟我走啊，一上大街拜朋友啊，千千万万万千，你千万别给我丢了手。哎，我的老头子，要老婆你跟我走，一上大街拜朋友，千千万万万千，你千万别给我丢了手。哎，我的老头子。我给你捶背，你没见过男人是不是？嘛呀那么凶，这犯贱了，什么意思吧？叫一口叫一遍就行了，往下唱词儿啊。你唱过，我还有词儿。我不用，哎，我考考你。什么词？考什么？什么词？什么词儿啊？什么词儿啊？你的词儿？我的词儿？您说的什么词儿？我考考你。考我？你是不是不会吧？我能不会吗？我啊？啊！快板800多段，我全背来了。那会你就唱啊？会不就唱了吗？是，那就是忘了。没有啊？想不起来了。行，那不一样吗？不是全忘，不是满忘。一个师傅，一个传授。您那跟我这不一样，您提拔一句，您说一句，我想想好吗？你叫老头儿，你放心，罗家不是那样人，是不是？这什么阴阳怪气儿的？来了，兄弟，我知道。别错啊，没啊，该你唱你唱，好吧？老头儿来，我大头儿啊，走。比某些人媚气，还妖气。
魅强。感谢感谢各位朋友的花瓣啊，谢谢谢谢，真不错，大家也看得出来，玉琪老师呢跟我呢，我们两个人呢，哎，专业行话讲叫反手款，哎，就是这个快板啊都反着手打，小时候抓板的时候抓错了，哎，一般五个刀啊弄个枪啊刀枪剑什么的就不擅长，就使一些这些对口的，我加一个这个小段吧，嗯，哎，谢谢大家，还有花篮给大家再说上一段，是吧？说什么呢？说什么？说待会儿上来那两位，丁志恒、张树，巨人，哎，那啊，锯了腿了吗？是吧？非得每回都得翻出来，你看，就这巨人，七一的时候有演出，哦，找的师傅，要四个人两场节目，嗯，谁呢？找的王自健，嗯，王自健啊，那会儿跟徐强搭的。人家给多少钱？给钱啊，给钱，给多少钱？楼费1000块。好啊，王自健一看，哎呀，1000块呢。嗯，见一回。把徐强叫来，徐强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人家给楼费500块钱。500块钱，哎，咱俩叫你去叫上丁正，叫张硕，行吗？叫丁正，叫张硕。徐强一听，啊，500块钱呢。啊，露回腿去了，露回腿找丁志恒来了啊，丁志恒，有演出啊，给钱，嗯，250，你去吗？没有奖励吧？250啊，去吧，行，当然250去了，你去叫上张硕，叫上张硕，快去快去快去，踢穷了您这，叫上张硕。哎，张叔，我跟你说有演出。哎，张叔，给钱吗？哎，不给钱。人家晚上管饭，吃包子。哦，去了。吃包子我能吃饱，因为咬不着手。去了，四个人啊，简单就说去了，因为这人正当的企业演出啊，三天，哎，得住在那儿。头一天呢。得有这个领导啊上来发言，嗯，哎，企业这负责人很严格，嗯，哎，你们这外请的演员也得守我们的规矩，哦，什么规矩呢？你们对这个领导啊不太熟，待会儿领导讲话的时候您得开发着，鼓掌，哦，欢迎，哎，明白吗？你们四个，嗯，啊，明白明白明白，我跟你们说好了啊，我们这严格很要求很严格，啊，鼓掌，看我的手势，嗯，我说鼓，啊，你们就鼓，啊，我说停，你们就停，哦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我要说停，嗯，你们还鼓，晚上不给包子吃，不给包子吃晚饭。张硕一听，这我可得记住了，晚上不给包子吃，明白了。然后现场人领导鼓掌，嗯，鼓，使劲的鼓，真使劲，停，立马鸦雀无声，我还真听话。鼓，鼓，停，不停，停住。台上那领导啊，嗯，自个儿跟那儿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张硕可急了，上，啪就给人一嘴巴子，你不想吃包子了？